音乐新播报，卡拉怎样才最红？那香香在这里呢，就教一首我以前的，算是也算是我的代表作吧，叫做是《香飘飘》。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说，《香飘飘》不能苦着脸唱，《香飘飘》一定要笑着唱。那《香飘飘》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你看《香飘飘》，我盼望就会很甜。但如果你苦着脸唱的话，就会变成《香飘飘》，我盼望，它就会没有那种很甜很清新的感觉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香飘飘，我盼望。